者张忠义高雄报道，旗津黑沙湾一节一如往年为旗津带来大量参观人潮，但明天就将画下句点。民众今天纷纷抓住尾声到场观赏，主办单位也迎接七夕甜蜜登场，举办为爱创造浪漫游戏，让来的气氛为黑沙湾一节留下完美掌声。旗津黑沙湾一节压轴七夕主题周，亲亲我的宝贝趣味竞赛今天甜蜜登场，超过30组情侣档、夫妻档和亲子档游客参加，在沙雕展示区进行爱的抱抱、耐力大挑战和两小无猜的默契大考验，胜出前三名获得韩国羞羞兔造型情侣兔大奖。高雄市观光局长曾姿文说，旗津黑沙湾一节到明天整整进行51天，沙雕欣赏、亲子沙雕 DIY、 观光市集、月光路跑、沙滩排球、沙滩电影院等，是游客很好夏日休闲选择。黑沙湾一节明天画下句点后，观光局也推荐旗津的景点，包括旗津老街、天后宫、星光隧道、旗后灯塔、旗后炮台、贝壳馆等，都是不错选择。观光局还和民间合作，在沙滩边上打造旗津沙滩吧，一入夜，许多年轻人和朋友聚集小酌、尝美食、聊天。尤其贝壳馆目前有戏后特展，展出60余种、超过100件各式珍贵的陆风型、海洋型、食用鱼有毒蟹类标本及模型，还有全台最大的巨型雪场蟹气球，值得大家前往观赏。